Red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 Redmi 手机，提醒您本期看点。有请最强导传胡彦斌、郑晓、王柏、韩宇、郭敬明，两组队伍进行3个小时的紧张训练。你们两个在旁边？不是，一开始不是这个队形，应该是其他队形，然后要换成这个队形。我们不变了吧？因为刚开始怕的是他们两个，然后换队形的动作干嘛？完了，我们导师有点分歧了。我们这个房间是有淘汰制的，如果你们可以跳得比哥哥们好，我们就干掉其中某一位哥哥。这里面肯定是我最落后。太残忍。哎，我想问一下爸爸，曾毅在整个 rap 这个界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实话还是？实话，听实话。就是一个逸轩，你要去他们那组，还是会被一博嫌弃的。一博什么时候嫌弃过？峰哥为什么这么说我？哎，扶一下，扶一下，不一定起得来了，嗯，不一定起得来。我觉得敖犬啊，你可能就只会跳舞吧，哈，唱歌这件事情好像你也不会唱。你能唱歌吗？我不相信你会唱歌。敖犬哥哥，我们要有尊严。那边不适合你。你去那边就俩字没劲。除了 UB7 其他的词我都没有听清。我对于原创的人总是有一份偏爱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那个冲击力的表演。今天的 C 位属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太紧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签错了，撑不下去了。欢迎大家收看由5G先锋全新超越 Redmi 10X 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对对对对，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啊！放眼望去，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发型都一样，真的太棒了啊！里面也有一些熟悉的年轻的朋友，因为他们加油，细看加油，特别点名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天天向上特别企划追梦帝哥哥，他们成团了。哎呀，这了不起！成团之后呢，总要有一个中心位置。一博当年在这个团体里面就是中间的那一个。也分歌曲。哦，一博站哪儿哪是中间，是不是？哪就是 C 位，帅气。没有办法。嗯，他们成团之后呢，7位30+的哥哥呢就要披荆斩棘，要凝聚最燃的团魂。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呢，哥哥们还会为818的晚会，他们要去818的晚会。会史上最棒的晚会，所以本期节目呢，煞费苦心的专门请来了超强的导师阵容，和我们天天向上导师团一起，带着最专业的眼光和七位哥哥们聘选中心位。对，他们要争取出他们的中心位啊，而且要非常精准的来定位团内担当。他们今天来的人都比我们好像更胜一筹，他们会是谁呢？有请最强导师团出场，欢迎。舞者韩宇，舞台魅力郑晓，有态度的超强压盘王柏，唱作人胡彦斌，弟弟们好，我就是胡彦斌了啊，欢迎欢迎 ，Hello 弟弟们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程潇。哇，好久不见潇潇啊。潘老师好。哎呦喂，你好你好你好。韩哥好。哎呦喂，大家好，我是舞者韩宇。哇。Hello, 各位少年们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哦。哎，不是还有郭敬明吗？郭敬明老师呢？哎呦啊，不是还有峰哥吗？对，峰哥就是一阵风，对不对？看看风来他就来了。说来就来，说去啊。我们要是告诉大家，郭敬明老师和我们的前锋老师本期节目的定位的是舞台总监，总监就是要更加隆重的出场，峰哥长本事了啊！是是是，
今天的 CV 之战呢，也是导师之战，五位老师加上你们三位，刚好是八位老师，也要分成两组来分别指导哥哥他们。待会儿要分成两队，他们这些可爱的哥哥们呢，在导师的指导之下，要各自有自己的竞选曲目，而且他们呢，只有三个小时来进行短时间的强化性的训练，选出最优的那个团队，在最优的团队当中再选出 C 位。今天还有50位来自少年知名的好朋友们、啊、对，也是知名的少年，希望他们能够做出他们最棒的判断啊！对，他们待会儿呢也会根据自己的舞台经验，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好好加油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导师团分队的规则，我们有请胡彦斌、陈晓、爸爸还有韩宇、大张伟、王一博六位导师，根据两首公演歌曲的风格选择你们想要带的团队。每个战队呢有4个导师席位，选择结束之后揭晓郭敬明和前锋分别代表哪一首公演的曲目。首先来看一下两首公演曲目分别是什么。动动之交只为基因高人，四两毛千金不爱寻常的标准，我一鸣惊人从未忘记出身血统草根灭满后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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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 we won't stop, yeah, you know that we won't stop.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冰冰的，你要的钱拿走。也有右边的。帅气、哦、拿得下来吗？这个舞蹈好难的啊。其实我们刚刚后面还在讨论说慢歌从编舞上面跳上面演绎上面会更难，反倒还难，因为慢歌它的气息包括情绪包括像听到刚才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些东西，就如果你要全压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啊、而且还要唱得好。哦，那唱他们就算了吧好像就把它放弃了。都可以。接下来有请导师依次选择想指导的歌曲并说明理由。我想要你要全拿走，感觉这个特别的痛快，特别像那种代购直播的节目、啊、然后你要全拿走，但是彬彬在呢，然后因为他是原唱我就不敢去这组了。嗯，因为呼吸这一组感觉唱都是劳动号子，喷喷喷喷喷喷喷啊，其实比较好唱一些。你就呼地了，呼地了。好，我也呼地吧，因为你也呼地，对，离不开大老师。呼天呼地啊，对啊，因为那边跳舞多一点。哦，呼天喊地啊，来的，小小，我也想呼地这个。你也呼吗？你不要，我也全拿倒吗？那你们就自动成为一组了。对，你们选完了，你等一等，等一等，你等一等，等一等。没准他们俩也是胡弟，没准他们俩也是胡弟，只有你一个人是全拿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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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就自动成团了，因为毕竟是要三个人三个一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六位导师分别选择的公演战队和舞台总点到底会是谁？我们掌声有请郭敬明和前锋。你好，你好。你何德何能，刚才就以那种状态坐在那里，而且还扬着头。这个 feel 倍儿爽，爽爽爽爽。最近怎么颈椎和腰椎？对，有点劳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导演组就把我拱到这样的位置，莫名其妙。
什么叫舞台总监？这是总监，你是整个舞台，你是舞台，你是舞台。我是镇宅的。对呀、啊，你特别。冰冰，你满意就是你们的总监是他吗？我觉得我们都上海人哈，还挺满意的。老乡，老乡。冰冰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扎心了。哈？你怎么现在胖成这样了？你怎么现在胖成这样了？这不是所有人见你的第一句话吗？我在后面，他跟我聊了半天，然后我大概过了五分钟，我说啊，峰哥。哦，完全没有认出来。那另外三位导师对郭敬明老师是你们的舞台总监满意吗？太开心了，对不对？对，因为郭老师整个从导演的角度上可以全方位的衡量，对，全能的，嗯，对。其实呢，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男团，大家可以看到在你们前面有七张照片啊，就是这七位朋友，现在他们几个人组成男团，你们第一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时代的经典。啊，这句话我好像听出了一些。听出了一些意味，还没有到经典，只能说时代。然后马上即将创造一个经典的时代，经典的时代。哎呦，点瞧瞧啊！轩哥和敖犬哥比较熟悉，哦，对，因为是一个公司的。是的啊。敖犬哥和张远哥是我儿时的时候。是吧？年纪比较小，别这么聊，别这么聊。的偶像就是看他们的剧，然后听他们的歌。他们如果是儿时的话，曾毅跟孙小薇是一个传说，对你来说是不是？有没有？从来都是听说，我没见过。曾毅跟孙小薇不能问他们什么时候出道的，只能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土的。就可以这么聊嘛，对不对？小四，你觉得呢？耀威哥肯定知道，就特别喜欢。然后敖犬也看过他的一些表演，程杰，然后张远都是私下认识的那种朋友。可能我稍微不太熟悉的是汉宇和逸轩。逸轩，汉宇你不熟吗？汉宇你不熟吗？汉宇你不熟吗？有个节目叫汉宇桥，有个节目叫汉宇桥，是他的。没关系，没关系。只有两位哥哥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在舞台上有表演舞蹈的，一位是曾毅老师，一位是那个孙耀威老师，所以我也蛮期待，就是我能够在三个小时里面我编出一个什么样的难度的舞蹈，他们可以最终呈现是个什么样子的，觉得还挺有挑战的。 对，挺有意思的啊。我是对逸轩还有曾毅哥比较熟，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我现在非常期待孙耀威哥哥的表演，特别酷啊。巴比伦，小王演得特别好啊、嗯！对，然后哥哥们他们就有很大的这个勇气跟一个，确实很有勇气、啊。什么叫勇有勇气？人家头发都是男团以前的，很棒的啊、嗯！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他们现在体力可能没有少年们那么，我感觉越说，爸爸你越补越垮。怎么感觉越说他们越不想上来了呢？打扰了。他们其实是完成自己一个年轻的时候那种成团的梦想，太厉害了，嗯。好了，我们的导师组呢已经分组结束了，接下来有请两组导师到台前就坐，来，有请。好了，我们七位哥哥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中心的 C 位之战，他们都蓄势待发，我们掌声有请追梦追哥啊，来吧。大家好，我们是追梦的哥 ，Up Seven， 已经有口号哎，喂，有口号有动作了呀，可以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次舞台的考验规则，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接下来我们的哥哥团呢将要进行30秒的个人才艺舞台考核，两组导师将会根据七位哥哥的才艺展示来争抢各自战队的成员。如果被两组导师同时选择的哥哥，可以进行反选导师。如果说没有被我们的这个导师团选中的哥哥，将会进入到待定席，等待两组导师的终极讨论和决定。我们要告诉七位追梦的哥哥啊，郭敬明战队公演的曲目是舞蹈难度非常非常高的《Hoodie》，
前锋战队的公演曲目是，其实舞蹈难度也非常高的，你要的全拿走，很难。刚才我们看了那个慢歌，其实跳起来很难。首先我们有请七位追梦的哥哥抽签来决定出场顺序，来吧，我们从大哥二哥就这么顺序来吧。耀威先来，看看是第几？四，哇，好位置。曾毅是第一，曾毅是第一，对不对？第七，第七，第六，哦，六号，六号，是几啊？三啊，二，来老幺。五，这不用拿了呀，只剩五了。五也很好了，五也很好。请一号准备自己的表演。那个加油。深情像草原广阔，能能冰雪不能淹。帅气耶、yeah ！果然是独当一面啊！好，两组导师分别点评一下我们这个老曾。我觉得曾老师肯定是唱歌比较强，然后舞蹈。对，去那边好吗？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对，但是我觉得舞台表现力是很欢乐的，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很能够互动，而且对像这种舞比较简单的，其实都特别容易传播，而且大众参与度会很高。谢谢一宝，一宝，来从专业角度上啊。没有就是我以为后面会有反转，啊，但是因为表演时间只有30秒，对啊，他后来没有反转，也是一种反转。本来是有重新的妆化啊，对，要复古一点，符合我们当时那个年代感。对，我把它做得更有点那种沙雕的感觉，那种感觉。我觉得艺人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要不断的要求自己。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曾毅老师就是表演了两遍嘛，对吧？对不起，导演，再来一遍，忘记动作了。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自己知道，我今天没有做好。所以我需要再表演一遍。我觉得这种对于自己的这种态度是所有的艺人值得学习的，一定要精益求精，做得更好，特别是对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是的，是的，对。好，爸爸，虽然他是慢歌，但是这一组有 rap 老师，这一组我觉得你要是过来的话还是蛮适合的。哎，我想问一下爸爸，曾毅在整个 rap 这个界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OG 聊过这事儿吗？没，就是曾毅。你要听啥呀？实话还是假话？听实话。就是谜一样的存在，谜一样的存在。自成一派，对不对？啊，自成一派特别棒啊！迷踪拳，厉害厉害。好，来，现在请两组导师来讨论一下，到底选不选曾毅加入自己的战队。好，这边全票，我觉得我要，反正我要。好的，现在都已经做好决定了，所以因为这边四票邀请，我们的曾毅进入到冰冰组。慢歌，老曾，欢迎。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瀚宇进行即兴考核舞台。大家好，我是高瀚宇。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其实就叫做 Up Seven。对我们来说，舞台与其说它是梦想的话，不如说是热爱。所以我这段时间也是用最快的方式写了一首歌，然后送给哥哥们，送给 Up Seven， 送给我们的热爱。新写的，当然，因为我不是个 rapper， 然后我只是一个说唱爱好者，可能还是用最笨的办法写的一首歌，也希望哥哥们不要嫌弃。加油，瀚宇！
我会兴奋。UP7 UP7 UP7 一上台我就兴奋，别评论行不行，后婆的言论每天被报纸的回车间，我看着都心疼，难免分神，对付那些无聊的陌生人，请脚踏实地计划如何挥霍你们自己的青春。他们回事一直大不懂现实的潜质，每个人坚持都没限制，非常小不解成一不懂事的孩子，迷路的时候都想要去放弃，脑子里沾满了没有用的思绪，想要开始新世界的秩序，必要的时候就先不说忘记。 UP7 UP7 加不通不停的 U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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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台我就兴奋。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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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接下来我们两组老师感觉来劲儿了啊。来了来了，老师来点评一下。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的有冲击力，而且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很有心，他对这个舞台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做了自己的原创，然后也是找到了七个人之间共通的点。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原创的人总是有一分偏爱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那个冲击力的表演。我觉得你在台上特别有自信，然后你有很多设计在里面，就是你还有就是对那种设计，我觉得蛮好的。是，谢谢老师。啊，我觉得韩宇老师的表演非常好，而且是虽然他是以 rap 为主，但是其实你看他身体的律动，他的节奏感，他的协调性，其实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他跳舞非常好。所以我们这队也是特别希望能够真情邀约高老师，对真情邀约，舞台一定要来我们这儿嘛，然后对，你看高老师又高又帅，然后形象又好，男团的标准配备，对，所以一定标配标配。对，王一博。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展示自己的特长，比如说你舞蹈真的很好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展示自己的特长。对，因为毕竟只有30秒，要抓住这个30秒的时间。对，每一次表现都要抓住机会。如果说按照这一次表现说你我知道是爱好者，但是我真的除了 UB7 其他的词我都没有听清，其他的词我都没有听清。两组开始表态，来3、2、1，真情邀约。哦，全选是吗？全选。好，接下来这么给力啊！来，高有才。接下来两组导师你自己选择。可你说过了，选我们这边游刃有余，选那边大可不必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也知道就是一博老师说的意思，因为既然来到这个台上肯定要展现自己最强的东西。那么其实我上一期自己也说过，我说我不是来比拼的，我以前做团体的时候也是被人感觉就是不会唱歌，然后只会耍帅，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想挑战一下，想选择 vocal 组。 yes vocal 组。好了，我们的小雨入团兵兵组。接下来有请张远。各位导师大家好，各位少年们你们好，我是你们从小听着我的歌长大的老少年张远。哎呦，穿得跟晨练一样，太棒了。对，然后呢最近因为腿脚不太便，所以呢哎不能这么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 vocal 的展示，但是呢我觉得就不用音乐了，因为懂音乐的都知道可能清唱的更能体现就是功力，是不是？好，厉害哦。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在旁边都快憋死了。哇，听他的歌好辛苦啊，要放氧气袋在旁边一样。因为张远我很熟了，他唱歌特别好听，但是其实他跳舞也很好看。我一定是特别喜欢张远老师的，所以如果他能来我们队，我肯定特别开心啊！谢谢，棒啊！老师说的真棒，来潇潇。我还是很希望你来到我们这一队的，所以我一会儿也会给你举牌子，然后。
看您的身体情况。好，这话说的多像跟一个老同志说，看您的身体情况。来呗，反正就是这边啊，你也知道那边都俩了，你要再不来，我们这边就不够了。对，我也希望张远哥能来，因为我知道远哥跳舞也好嘛，就综合实力都很好，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我觉得远哥刚刚那个虽然看起来不经意的一段这个演唱清唱哈，但是展现了他自己非凡的实力啊，包括气息啊、稳定度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远哥来。我觉得哎，你这个身体不好就不要勉强啊，有的时候就是老艺术家还是要对自己的未来着想啊，不要为了一时的拼而对吧，把自己的后面的身体给搞垮了啊。来我们这儿啊，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啊。是是是，对，我知道，因为有可能身上有伤吧，如果你来我们这边，我还是会帮你把舞蹈设计的大框架线条那种多一点，然后尽量不要让你去就是再受伤。对，好的，依然可以呈现得很帅，希望你可以来我们这边。 OK， 我觉得张远心里面已经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了，对不对？也许吧，也许。好的，接下来两组来拿出您的邀请诚意，三二一。好，一边四票，一边三啊，还是四票，两边都是四票。接下来张远，你来选择一下加入哪一个组呢？其实我真的很想在舞台上帅一次啊，就是好好的跳一次舞，但确实呢我有很多遗憾。嗯，就是以前在上一个节目里面，胡彦斌老师不是我们班的导师，我一直想跟他有一次合作。 OK， 然后韩宇老师我一直想跟他就是学一次跳舞。所以你的选择是vocal 队。vocal 队。郭老师，你们可以提前吃宵夜去了吧？我们就是准备收工了。收工了。哦，他们那组一个人都还没有哎。对呀、啊。重要。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的我们年轻时候的偶像，各位亲爱的朋友，孙耀威，耀威哥。3-0-6-1-4-7-0-0。耳机没声，耳机没声。这个展示的意思就是要去他们那边嘛，拜拜。然后是这个意思吗？那个老师，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小时候有买过你的海报，然后看你的电视剧，对，所以你来我们这边吧。我也很喜欢你的 rap。谢谢。好，来韩宇。孙耀威老师您好，那个你好。我叫韩宇。知道我知道。然后那个我现在就很激动，终于见到你本人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说，但是。就来我们这边吧，求你了，快来吧！对对对，谢谢谢谢。听到耀威哥的演唱真的是实力非凡，而且刚刚那个是很难唱的，很快的，包括最后还要边跑去边唱，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你知道你的演唱的功力，那有一些歌曲不适合展现不出来，但我们等一下这首歌啊，可以玩。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耀威哥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谢谢兵哥哥。我觉得耀威哥自己心里面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反正永远这一句就抵挡了，对不对？你们那边已经人满为患了，你看那边多落寞呀，已经开始点外卖了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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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我反而会有更好的想法啊。你说吧，你说吧。对，我们大老师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刚刚跟我说都别来，有本事都别来。破罐子破摔，我看你们怎么圆这个场。对，你们都别来，七个全去那边，我就选弟弟们组成我们的队，我就选弟弟们组成我们的队。对对对，弟弟跟哥哥们拼了，都是一样的。都别来，有本事就都别来。
来，接下来两组分别来展现自己的诚意，三、二、一，哦，难题了，小威哥，两边选择，对，其实我真的很想跳舞的，老实说，尤其我是真的很想，给一博老师来教一下啊，但是我上次跳那个巴比龙的时候，我这样跪下地上之后呢，前天我们去青海盐浴之后呢，不晓得那个膝盖就开始痛了。哦，对，因为现在还在淤青呢。你看看，所以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希望我能进 vocal 组 ，vocal 组。哇，太棒了！祝贺你。好。谢谢。下班了是吗？你们后边啊，有没有什么先报一下志愿？下班了，下班了。然后呢，你们要都去那边，我们就不打扰了。好了，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还有逸轩的即兴表演。跳舞了。哦，要来厉害的了，30秒钟，各位。30秒都不够的感觉，再继续啊！你干嘛停下？我感觉好想这样继续看下去。对，顾老师，快，赶紧招呼呀！赶紧招呼呀！啊，不是，我们就看热闹就好了，就看导演组怎么收场。对，有本事都别选后的。你们那一组的 slogan 就是有本事都别来。对，我们就是破罐子破摔路线。人家那边叫想要的都拿走，我们选择 vocal 组 ，vocal 对 vocal 就，我这边叫想来的都轰走，就是吧。我觉得就是逸轩完全是可以拿下，当然了，他跳这么好，然后如果最后还选了 vocal board， 嗯，我就怀疑你们有内幕，有内幕。vocal 组好像都不用发言了呀，因为只要有前锋就可以了。我相信他内心有了自己的选择。我这一轮不说这句话了，我换一句。逸轩，你要去他们那组，还是会被一博嫌弃的，还是会被一博嫌弃的。一博什么时候嫌弃过？你在说什么？一博从来没有嫌弃过他的队长，这怎么会？没有。来，一博，他跟你叫嚣。峰哥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上次点评逸轩的时候，你说了什么话？那叫爱的指导，那叫爱的指导。听到没有？我跟你说，就凭逸轩这句话，很有可能逸轩就会到那一组。对，接下来两组展现诚意的时候到了，三、二、一。哎呦，选。嗯呐，开呀，开挂呀。面那组故意的。我们并没有很着急，好吗？嗯。你们哎，这帮人真的是讨厌，真的。OK， 现在是我选择。你选择是跟曾经的队友、最爱的弟弟一博在一组，还是跟挑事儿的峰哥在一组？对，那种狡诈的胖子。哎，你这又带态度说了。我们是很有诚意找逸轩。我们这次青海之旅吧，跟前锋哥就是感情特别深，就是。咱们也一起经历过风吹日晒，是不是感情特别深？然后哇哇哇，我们之前也一起参加过比赛，很熟。然后韩宇老师一直知道您是个跳舞大神，然后彦斌哥就不用说了，我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所以你的选择是？我就特别感谢各位，然后我选电视组。跟你们说说这么句话，也可能是唯一一位。谢谢你，我们四个人，我一个人就指导你一个独舞，所有 part 都是你的 solo， 是你的。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小杰，小杰加油了！我今天选了一首现场的某位老师的歌。
话不多说，直接来音乐。来了。Look at me， 从上到下，就哪怕小的细节也要帅到爆炸。带上 gold chain， 在家的脚下，剧组的巨门在网络上叫骂。也、yeah, 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空的惊喜。要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他都已经唱那边导师的歌了，反正你们说吧，说那个杰哥最后那一下，就是平常因为我演出的时候我是不唱后面的那个京剧部分的，但是哥哥今天唱了，我觉得他这个有很大的这个突破，而且唱得特别好。来我们这儿吧。厉害了，我觉得袁俊杰的 rap 跟那个最后那个反串，我觉得今天是点睛之笔啊，惊艳到了。对，我觉得我的你要的全拿走，如果中间有一段反串，这歌可能还可以再红一红啊。你要的全拿走，但是他心里面应该有自己的答案。前锋就这一句，那边就这一句，有本事都别来。对，没有这么自暴自弃，肯定还是要，因为袁俊杰。你来这个节目重要的是什么？要凸显你的酷炫，对不对？因为平时特别平和开心的样子已经有了，酷炫第一人是谁？是我。是一博。所以说能够来这个舞台，就是要展示不一样的所谓的那种艺术形态，所以说来我们这边对你来说更有意义。而且对于小杰来说，最最重要的那个舞蹈当中很多都是侧脸，45度，你是侧脸王啊，侧脸王子啊，太适合你了。好了，现在两组导师展现诚意的时候到了，3、2、1，又是要选择，小杰，来布局小杰。我之前做歌手的时候是基本唱慢歌和情歌的，对，但是我觉得来我们追梦的哥就是要挑战自己，就是要追梦，就是要进步学习，所以我要挑一个我平时比较弱的项。所以我想进的是 dancer 组，因为我觉得自己想练一下舞蹈的部分。好的，有两位了，跟轩轩是一组的了。接下来最后一位，敖犬七号位，不是很好演了，各位老师来。兄弟们今天唱了很多歌，那我今天就纯跳舞，希望你们会喜欢。下一个啊，这已经，扶一下，扶一下，不一定起得来了，不一定起得来。最后这一下特别像那种60、70岁大爷，如果给你来个太极，对空快，你这舞蹈是自残型舞蹈，我的天哪，你这膝盖还好吗？他最后一个动作导致他两个组都去不了了，我跟你讲。对，我觉得刚刚敖犬哥就是应该是全场最燃最炸的了，所以你一定要来我们dance组，那边不适合你，对你去那边这俩字没劲。就是来我们这边才带劲，明白吗？就是，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可以跟那个程潇一起搭配一些那种杂技后翻啊什么那种，你们真对，俩人翻跟斗对着翻，那我撞到一块儿了啊！对，蹦，没有为什么，对，就这瞎一直翻啊。
这还有一个原因啊，你想他们都满员了，分 part 的分不够，可能还会被羞辱，逐出师门，然后被迫发到这边来，更丢脸。你还不如主动选择来我们这边。你看这么热烈欢迎你，你想万一选过去了，最后还说啊对不起，我们多了个人啊，我们不要你，你想这多丢脸？对，连小说都帮你写好了。好，导演的词儿开始了，导演的词儿。你去那倭寇组，你分不了三个字儿，根本就人太多了，都已经啊，对，有道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里啊都是 vocal， 所以呢中间缺少那些 dance 非常能力很强，我们韩宇老师就希望可以帮你单独的 solo 编了一趴，然后呢完全就 focus 在你的身上。冰冰你这么说的话，前面我们选的三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去 vocal 组，你一句前面那三位 vocal， 对，看他们的表情，可能三位在后面是伴唱的，生拉硬拽。什么叫生拉硬拽啊？你看你都把 C 位选出来了，你有看到台上哥哥们的表情吗？不，我感觉那个敖犬不太吃这一套，我们要换一个打法。我觉得敖犬啊，你可能就只会跳舞吧哈，唱歌这件事情好像你也不知道什么。兵哥，哎，唱歌好像不好听哎。敖犬，你能唱歌吗？我不相信你会唱歌。敖犬有这么幼稚吗？不要中计。敖犬哥哥，我们要有尊严。好，接下来展现诚意的时候到了，来，两组导师，三、二、一。好了，敖犬要选择了。其实我很想要挑战 vocal 组，因为我想要在这个方面比较有进步。对，然后可是我现在觉得 dance 组看起来有点可怜。dance 组看起来有点可怜。你看他们可怜。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我们那两个人就够了。我们那两个人足够。我们不需要，爱来不来，我们选弟弟。对，是这样的。他们拒之门外，不要以为我们有多想要你们。然后我们觉得两个人是可以的，但是三个人，我觉得有你在，能让我们团队更强。认真的啊，大老师。认真的，当然。没有，但是唱跳就是这种我们比较燃、比较炸的舞台，在舞台上会就是呈现效果会比较好，而且今天投票是我们的弟弟们。对，今天选的是我们的弟弟们。这个点非常对。知道弟弟们多喜欢陈潇老师吗？那可不嘛！哎呦喂，来了，敖犬，你自己的选择，好 ，vocal 组还是 dancing 组？我选择的是十。dance 组。谢谢。好了，现在的情况呢跟我们之前的预设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也就是说其实 vocal 组那个表演呢是三个哥哥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这个 dancing 组呢是需要四位哥哥，所以接下来请被选择进了 vocal 组这四位哥哥，你们内部四个人商量一下，看哪一位到我们的 dancing 组。对，你们四个人，对，大哥、二哥、老五，汉尼哥、一哥，你们两个看有谁有能力过去？你们看谁想去？看你想去的吗？你说不要。对啊，我是，我想想。OK。OK， 好，四个人商量，最后的结果是，四位当中谁退出我们的 vocal 组，进入到我们的 dancing 组呢？请选择好的那一位，三二一之后向前一步，三。二一，进入到单身组的是黄哥，生意哥呀，那可以，还是我去吧。一哥为什么？对，你为什么？确实，因为来到我们天天向上参加我们追梦的哥哥们这个节目，就是其实也是完成自己一个梦想，也是怎么讲？回归到以前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曾毅哥呀，年轻的时候是组过一个团，专门跳霹雳舞。对，曾霹雳，曾霹雳，曾霹雳老师，霹雳曾。好的，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霹雳曾进入到我们的单身组，欢迎曾毅老师，耶。那么公演的曲目阵容已经都定下来了啊，那个 Hoodie 公演曲目的哥哥们和
你要的全拿走的公演曲目的哥哥们，分别要用我们的黑科技双5G 速度超快有颜值的新势力的 Redmi 10X 手机来拍照，记录下备战的这一刻。来，我来为你们拍照。小杰，你的侧脸我要找一下啊！对，我哎，我这个当哥哥的真是3、2、1，帅气！好，来这边，3、2，好了，恭喜两个战队完成集结，接下来你们将会分成两组队伍进入到两个房间，进行3个小时的密集紧张的指导和训练，两组都会有老师加入你们的表演，只有3个小时，然后回到这个舞台进行公演，在获胜的那一组当中挑选团队的 C 位，最后我们50位95后的少年制作人将会根据你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拿出一颗年轻的真心，选出最佳舞台表演的那一位。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只有3小时，期待你们完美的演绎。好，先由我们那个郭老师您来帮我们分配一下。那就一会儿那个大老师先听一下他们四个人的嗓音，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状况来分一下各自唱的 part。 对，就是结合一波老师给他们弄一个他们站位，扒一下他们队形吧，大概还是要扒一下。把你加进去。不用加，我主要是哥哥们。把陈潇拖去高跑。哎，绝对赢了。是的。说是迟那是快，这四个人已经来了。好吧，快进来吧，孩子们，嗨，同学们，快进来吧，同学们啊。这歌完全没听过，没听过吗？吕宇春老师的歌这么红，没有听过吗？不是，因为我你身为一个主持人，这么不会说话是怎么回事？听过没听过？耳闻是不是？来吧，站好这个队形。来，这个其实站位已经要有了，谁是前面这俩？对。犬哥和轩哥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就自然就这样。不是一开始不是这个队形，一开始其他队形，然后要换成这个队形。没事，我们不变了吧？因为刚开始怕的是他们两个。那换队形的动作干嘛？换队形的时候就前后交叉呗。很尴尬。那你要换队形的话，从一开始的头就得换掉。完了，我们导师有点分心。是因为他有个动作就是现在有一个这个换位置，你这样就会很尴尬，那他们 part 就多一个人就抢就一波，还跟以前我们当年排练的时候一样，就特别严肃，平时的时候像个小孩子，对待专业的时候，对待舞台的时候特别的专业。他们走位这样横移一下嘛，变成他们现在是这样二这样二嘛，就变成这样子。那就啊，行吧，那随便好。达成了共识，你们哦，没有，一般都这样，一博就我就在说半，表达完自己观点以后，好，那随便。快快快快快，来来来，兄弟们。1、2、3、4、5、6、7、8，1、2、3、4、5、6、7、8。年轻就是年轻，太厉害了。可以可以，你不要老想自个儿来，你说可以的可以的，加油，来，跟音乐，啊，是哪里？这么快？啊啊，这是啥呀？来什么？对。走，前面走过来，人已经到前面了。哦。厉害，没问题。综艺老师，你看看。一共共有这个题目啊，是赐给我们3个小时。哇，他舞蹈越来越难哇！对，你听我吧，我前面记得刚刚教我就行。
那就一博选一个最好的，然后潇潇选一个最差的。啊，这哪个题目丢给我？啥意思啊？我们都没时间练。我们这个房间是有淘汰制的，看到没有？另一个房间是没有淘汰制的。你看，有这个规则吗？导演。那我和潇潇老师，我们可以挑两个弟弟来临时学一下你们这支舞的其中一小段。如果他们跳得比其中的人好的话，那那个人失去竞选 C 位的资格。看到没有？另一个房间是没有淘汰制的。你看，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选错组了。不是，太残忍了。等一下。反正我来表态，我目前看见最好的是敖犬。一博老师呢？我是轩哥。轩哥，因为动作基本没有错。哦、我轩哥吧。啊、哦，轩哥，那我选敖犬，二比二。二比二，那就他们两个安全了，同时第一名。对，好。森哥和小杰，我来接受好了，我来。不，这里面肯定是我，我最落后。可能我的错位多一点哈、啊，经常就确实忘动作。然后你不能因为个人的原因去拖整个集体的后腿。好，欢迎弟弟们！哇！哦，来了四个孩子，来了！哇！三二一，哥哥们好！打场子，打场子，打起来，打起来！你们急什么？我们是追梦的哥哥，我们已经都弟弟都三四十岁了，这么急干嘛？那么急吗？潇潇，你选一个吧，我选一个啊啊！我左林杰吧，左林杰，谢谢。那我选左叶吧。啊、哦，好，弟弟们看一下吧。别太狠，别太狠，手下留情。哇，这么快吗？不是，曾毅一定要，曾毅要是吗？一定要，曾毅是给点面子，不是，是给点面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曾毅一定要跳，要不怎么显出来他？弟弟们全力跳啊！我们这次来吧啊，加油啊！你哥，曾毅老师，你哥，哎呀，别，曾毅老师可以的，没问题，你看看这范儿。哇哇哇！一哥帅，一哥帅。哇。哎，一哥，哎，哦，一哥有感觉，哎呦，一哥可以的，哦，哎，可以哦，拼了，拼了，哦，一哥可以啊，哎，一哥帅，一哥帅，哇，可以，没问题，嗯，加油。曾毅是个神话，你老以为曾毅哥好像不太行，结果他永远是每次都能给惊喜。我觉得曾毅很棒。感谢哥哥们，然后刚刚也只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开一个玩笑。过了，过了，没事了。主要就是让弟弟们激励一下哥哥们，希望把大家的这种竞赛的激情点燃起来。为你们投票，为你们投票，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来辛苦你们，来比赛加油，拜拜拜拜，快来兄弟们，哎，怎么样？这么巧，选人选完了，突然之间就坐在这儿了啊。我们的三位实力都很强 ，C 位要在赢的那一组里面产生，对，那我觉得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要赢，要赢。慢歌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容易走心一点，观众看的代入感会比较强。刚刚韩宇好像说，他说要把舞蹈就是加深刻一些，我要加难一点，三个小时哦，够，我觉得够。哦，白板上列个大纲，来，好，慢点。首先 ，vocal。其实先我们先做对他们声乐的了解，了解每个人的音域啊。对，了解完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分 part 就比较好分。哦，对吧？需要 key 什么的先要清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韩宇老师了解他们的肢体语言，妈妈的话 rap， 了解他们的节奏感。OK。
那妈妈在这个 rap 里面，我们加进去吗？加加，好吧。哦，我们这个 rap 的还要加上妈妈。妈妈，好，四好。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去打击，我去那边刺探一下敌情，好吧？我过去，他们不会怀疑什么。好，这个叫信息的打探。对。然后到这里就我们就开始分词，是吧？对，分词。来，有请我们的三位进入 vocal 团的哥哥们。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抒情歌嘛，所以待会儿冰冰要了解一下三位哥哥的这个音域，对，音域哪里？对，然后接下来是 Vava 的对大家的节奏感的了解，对。然后我是想，因为昨天我们聊了一下，说要给你们加一段进去，就是我在想说把这一段给你们，还是说重新再给你们写一段？我觉得可以丰富一点。就从再给你们写一段啊，如果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可以啊，那你们可以记住词哈。记不太住。可以的。不一定哦。哎，我现在先给他们写吧，你们先去排别的，好吧？真的吗？你去写了吧。对啊。哇，这么给力。那我们就从音域开始吧。我跟你讲，这么多人唱这首歌，都现场都翻车。是因为我都没有传授我的闭门绝技。哎呦，今天在这里，今天在这里就把这个绝技讲给大家听。抓住那几个点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们来对了，来，好，我们先放，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好吧？大家把那个的记做一下，尘埃的尘，然后也要的也，这个是重音，就是你把一个头一个尾记住，这样就简单了。尘埃的尘的无言，也要过去留一些尊严。记住这三个字当中唱什么无所谓。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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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开玩笑，肯定要唱准，只要把那个重音的几个点抓住就不会错了。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好吧？好景好景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这座山小姐，你在想买我穿的吗？你在这，唱假音嘛，张元，你那个 key 在干嘛？刚好在真假的中间了。看见他都在上线，他家卖不出。别闹，别闹。你唱假的。哦，确实好高哦。看见了都在消遣，他们把全部都不归结，一个就争一个，那个有一个，对，一般就争一个，一般就争一般的，今天的上面关了门，我们把那个重音唱出来。一个就争一个，一般就争一般的，今天这上面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好难啊！我太难了。那我觉得真的就是耀威哥可以，还挺适合这一段。耀威哥可以，也可以，可以。那个 rap 词出来了吗？出来了，写完了。哦，这么快！写歌词感觉不值钱，写的好快呀、啊，呱呱呱，写那么好厉害、啊，思如泉涌。一般写一首 rap 要多少时间？真的假的？一两个小时，我要看情况。爸爸可以教一下这段怎么唱？可以。有一个你存在我的眼中，想想和你一起吹着海风，十八般武艺我全都精通，给你快乐。爸爸不用说了，他一开口大家都已经着迷了。我们今天的那个三个小时里面，他是现场在那边，然后把那个 rap 帮我们写出来这样子。而且他们有唱错的时候，马上他会去教他们怎么去唱，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好。就那么快能够写出一首词，然后我也特别想把它念好。给你怀抱着你的英雄，是吧？对对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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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谁的笔我用一下啊？韩宇老师，你这舞蹈动作用笔啊？没有画队形啊，因为是三个人还有走位，这编舞很难的，你知道吗？没事。韩宇老师的汗比你们还多。咱们先走个队形，好吧？老师，你就是那个中间。你是靠着他，然后这样子，对啊，他刚好是转过去，然后你刚好是出来。五六七 ，Go！ 一遍两遍三遍，已经这么快。老师换。好几靠怎着的，也楚楚可怜。对。哎，我发现耀威哥，你记歌词，他跳的是歌词，只要会唱就会跳。是啊。转的叭叭叭叭，
得得得得，对，耶耶耶耶，毫无保留，对，记对记歌词，记歌词，记歌词，对，哇，我们再来一次，好吧？你要的全拿走，还会变化成空，留下两个的灯。主要是走队形位置。我们两不相欠，蛮好听，蛮好看的，有效果吗？对，这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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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这个蛮帅的，可以的，成功了，成功了。我们再来一次。你要的全拿走，那个位置。对，其实就从那那个地方开始有问题了。峰哥，你要去探班吗？嗯，我要去他们那边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Red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Redmi 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哎，你们跳一遍，我欣赏一下嘛。他在偷拍我们，所以你的观感是如何？有几个哥哥是不记得动作的。哎啊，哎，我们那个 stop 就才四个动作，你怎么改不过来呢？七大八不是说了吗？七大八往后退。今天的 C 位属于。Redmi 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edmi 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dmi 冠名的天天向上 Red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峰哥，你要去探班吗？我要去他们那边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Cause we don't stop, yeah, you know that we don't stop. Here's the hoodie. 峰哥怎么来了？峰哥，哎，我过来慰问一下大家。哎，峰哥。哇，一哥你怎么这样了？峰哥，我们要惊喜，我被剧组吓死了，你知道吗？满头汗啊！哎，峰哥，你们那组有什么恐吓环节吗？没有惊喜环节啊，你们没有整。刚才顾老师找了四个他们那儿的人，说你们谁跳不好，就把你们踢了。啊，有这个环节啊！我以为你们那边也有。有，我们属于比较温柔的。哦，峰哥，峰哥是来，就是打听情报的是吗？那你们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练完了，跳特别，哎，跳特别好啊，是不是？嗯，是。知道我来打探情报。峰哥，差不多得了，我们要练习了。峰哥没时间的了。他就是故意来拖延我们时间的，那边在狂练。哎，你们跳一遍，我欣赏一下嘛。不好看，不好看的。不行，不行。当然不行。哼，不是，咱们跟他这么杠是没有用的。我来捂住峰哥的眼睛，戳瞎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只能闻你们的步伐。我闻到了，好像有点乱。大老师的单口相声太炸了啊！哇，来吧，来吧。来，真来啊？肯定不来了。没有时间了。没事。该从头了。不要那么用，不用那么用啊！100%，绝对是100%，100给他，1000%啊！加油！那你要让他一下，我的舞台动作特别大，真的吗？你会不是你不能提醒峰哥，刚才那个位置真好，拳拳到肉，拳拳到肉，这就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好嘞啊！你看看，帅。2N3N4N5。You what？ 不准落水。不准录声，他在偷拍我们。啊，你在偷拍？在偷拍我们。没有对，没有，抓起来！
起来，起来，拉起来。对呀，谁在偷拍我们？哪儿呢？哪儿呢？我只是学习一下。在英国呢，证据，证据，证据，抓起来，扣住，抓爆现场，扣住，扣住。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学习一下。他们那组分组淘汰。那我把那个偷拍前锋晚上去出去吧。不能，没有，还可以。我来换资源好吗？哎，挺好的，挺好的。我走了啊，拜拜拜拜，大家好好练，哥哥们再见，拜拜。拳拳到肉，嗖嗖嗖，拳拳到肉。根本就不是张嗖嗖，一喝酒快酒，呛辣的眼泪流。给你们看看他们练得怎么样啊，感觉非常软弱无力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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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观感是如何？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有几个哥哥是不记得动作的。谁哪个哥哥不记得动作？我看数不属实。应该是小杰。小杰哦，我进去以后我都惊呆了，哇，全身都是汗。那我们也不能耽误时间了，好吧？对，我们也要加油。对，我们最后半个小时了，我们把陈笑老师加进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就最后几遍过一遍。哦，对啊，你还有前面 solo 的。对对对，我们加进来一起吧。是不是？哎，这个 We Don't Stop 前面的动作是什么？蹦踏，蹦蹦踏。早了，早了，不是到中间停顿再走，可以，能感得到的。哎啊，哎，我们那 stop。走的要再快点，现在走的还是慢，还四个动作你怎么改不过来呢？七大八不是说了吗，七大八往后退，就是有点着急了啊，觉得时间有点不够了，希望能展示给他们看，让他们学得更快一点。你要的全拿走，把回花成功，可以，好看好看，不容易不容易，一遍比一遍好。最后一版，然后我们就要上台了，一定可以的，加油，我们一定要赢，输人不输阵，咱们就得杠住了，唱出来，走队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五六七大八，要唱这一句啊，那就空了，加油，加油，炸，加油，加油，加油，耶 ，Good show， 走吧。三个小时紧张的训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两组导师团各派一个人，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这一组是先演还是后演。干脆最近的两位小四和冰冰好不好，来一局一局，对不对，就一把石头剪刀布。好，冰冰决定本组是先演还是后演？后演。好，接下来有请 dancer 组，准备你们的表演。我们赶紧把那个副歌那个地方带上。哇，我好紧张，我动作都忘了。弟弟们，帮我们把陈笑老师的场子撑起来。
也许七十六，夜风卷土冷飕飕，一口就快酒，呛辣到眼泪流，未知的来头，放着电子伸手看不透，世界就将头，嗖嗖嗖，拳拳到肉。快快闪开，可能牛鬼蛇神，吐纳全手，房间内心的一阵，我一气呵成，大碗坦坦嘴唇，表情高冷。不昧心间，思量真光人，思量不前进，不寻常的标准。你眼睛人，抚慰我最出身，血统草根。You're my honey， 拜拜嘞，哎哎哎哎 ，You're my honey， 嘿嘿嘿嘿嘿。You're my homie, you're my homie. Cause we don't sto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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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don't stop. You're my homie. 烟放得太大，让人全挡住了。烟大到挡住了我们的绝招，都在放烟雾弹。我一上来，我问他们，哎，怎么样？怎么样？韩哥，六十分，六十分不敢涨。哎呀，这，哎呀，拼了吧，就尽全力。好棒啊，很棒很棒。因为这个歌词特别难记，然后尤其要表扬我们队长，我们那个队长，我然后两位都是逸轩，整个词儿唱的是没有任何瑕疵，超级棒。我们这边舞台最起码可以到七十五，因为时间太短了，你轮我，你轮到王一博，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能过七十分。很棒很棒啊，来来来，加油加油了。看来接下来虽然说先演呢时间上没那么充裕，但是演完了以后这么好的状态给接下来要演的那三位兄弟带来一些压力了。好，四位兄弟休息一下，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 vocal 组。离开我还能怎么办？还没说过几句话，怎么情绪就越来越乱 ？AD 的叹息留下了一堆难题。其实有点紧张，怎么样，冰冰？我觉得，三个小时啊，在一个表演里面，又要有舞蹈，又要有唱，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啊，但是我们这个三位都奋力地完成了，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不管是哪个方面，舞蹈啊、歌曲啊各方面。对，韩宇呢？韩宇，我看你一直在下面跟他们加油。其实我很紧张，对，我看你一开始就在。因为胡老师这首歌其实并不好唱，所以我在编的时候，像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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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我还在想，就是大家的气息、唱的气息和舞蹈的发力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难度是挺大的。但是孙老师还有两位
歌真的是今天让我看到最后，我就说作为弟弟的，我觉得我要去好好多去学习，因为你们三个小时做的事情比我跳舞来说多太多了，学太多了，很棒很棒很棒。好了，我们也有请刚才的几位哥哥上场，来有请。哇，厉害厉害，棒棒棒棒棒，好，都不错。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要交给我们场上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了，我们待会儿的投票再到他们的手上。接下来我们有请导师团和哥哥们各自为自己的队来拉拉票。好，来，大张伟，不是他们，我觉得应该把拉票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最辛苦的人。我们队长，我们让逸轩，让逸轩来，逸轩拉票。我觉得，OK， 这个票拉得好，上期自己娱乐别人。对，我们就你看都苦肉计都使上了，是不是？我们不用说的，我们用做的。好，3、2、1。最高的闪电，我就是那个少年，那用上一天开闪电。耶、yeah, ，你看怎么样？很认真学的哈，是不是？有诚意，有没有诚意？有， okay, 有诚意，有诚意，有诚意。好的，接下来我们的 vocal 组谁来拉票 ？OK。其实老实说，我们真的刚刚在那边也聊，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比拼的，因为我们是同一组人，我们是兄弟来着，所以其实我看到他们好，我们就代表我们好。那你说要拉票的话，其实我可能一个点吧，就是说很多男团都是着重于跳舞，今天我们这个是以一个 vocal 比较注重的一个方式去表演男团的东西，也希望你们喜欢这样子，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50位少年制作人开始投票。投票了，选我们，选我们。舞蹈组是2，声乐组是1，大家扣个一啊！舞蹈组，扣一扣一啊！二，19-10，一，扣一扣一，舞蹈组，二。现在声乐组领先。哦，Redmi 是 X 5G 先锋，全新超越 Redmi 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导师组选出追梦的哥当中的 C 位。来这里所有的人都会奔着这个目标去走。周艺轩。那其他人怎么办？我觉得姚伟哥比较好。汉语也可以，我圈起来的。可以啊。今天的 C 位属于 Redmi， 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edmi， 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dmi 冠名的《天天向上》，Red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开始投票，投票了，选我们。舞蹈组是2，声乐组是1，大家扣个一啊！舞蹈组，扣一扣一啊！二，19-10，一，扣一扣一，舞蹈组，二。现在声乐组领先。27-28，好 ，OK， 我们的 vocal 组三人组在本轮的竞演当中获胜，28票，恭喜 ，OK， 加 ，OK， 接下来我们有请获胜的公演曲目导师组。从这三位哥哥当中选出追梦的哥这个组合当中的 C 位。那其实我觉得说唱就汉语也可以，因为他今天也唱了，也还 OK。今天我是跟娃娃姐学了一个现场即兴的那个押韵，我就发现怎么好像就找到节奏了，找到感觉了，找到自信了。我觉得姚伟哥比较好，好不好？来，有请三位，第一位是谁？你选我。
谁宣布？前锋。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舞台总监前锋先生。今天这首歌无论从声乐还是舞蹈来说，今天的 C 位属于耀威哥，耀威哥，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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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对，早就拍好了，你看中间就是我们耀威哥啊，对，嗯。啊，我们恭喜孙耀威成为了追梦的哥 UP7 的大哥 C 位，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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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 C 位比较压得住，压得住，压得住。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导师们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对每一位哥哥的了解，为七位追梦的哥精准定位成了团内的各类的担当。我们有请导师们按照声乐导师、舞蹈导师重新分组换座位。行，现在声乐组是前锋娃娃、大张伟以及我们的胡彦斌，舞蹈组是郭敬明、王一博、韩宇和陈潇。接下来导师团将根据当下流行男团的标准给追梦的哥 UP7 定团内担当，将分为四名舞蹈担当。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那只蝴蝶，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两名声乐担当。也许该放着你，让你能更开心，可是梦里。一名说唱担当。像普渡那句只能说明他人情节收手，我向来出众，宇宙不同，像是 DC no no， 从来都不抗拒，我从来都不放弃。 Haters from Kuwait ship， 我的感觉创意会。一起来看看导师团对七位哥哥的精准定位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导师团来商议一下，给出最终的担当定位。哎，我跟你讲 ，rap 很重要。周奕轩吧，周奕轩。周奕轩吗？那我想问你，周奕轩，因为他比较全面的，你知道吗？他如果做 rap 的话，那其他人怎么办？你看那个谁，还有那个袁成杰，也是想说想自个儿锻炼跳舞嘛，他希望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嘛。但是希望和合适是两回事儿。我圈起来的四个人。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也是。但是如果重复了的呢？比如说我们也选了右边四个哥哥，然后他们也选了右边四个哥哥。韩哥 ，OK 了，哎，来了，您猜怎么着？好，来来来来，你们带上来。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通过台上的几位老师一起商议的结果是，名字看得懂，标记我不熟。好，来，前锋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四位舞蹈担当分别是，来这里就是奔着舞蹈来，天天向上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所有的人都会去奔着这个目标去走。第一位，高瀚宇，耶。第二位，周奕轩。第三位，敖犬，谢谢。第四位，来这里就是奔着舞蹈来。第四位，袁成杰。哎呀，圆梦了，圆梦了，圆梦，圆梦了，圆梦了。我们的两位vocal 担当，第一位孙耀威，耀威哥，耶，同志。第二位张远，最后一位 rap 担当邓毅，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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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留下来，又留下来。凤凰传奇的说唱是凤凰传奇的一个特色，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其实我挺开心的，就是至少我自己又长知识了，又长本事了。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要恭喜我们的耀威哥，成功的成为了我们追梦的哥 UP7 的中心 C
C 位，也恭喜所有的哥哥们找到了自己最佳的定位，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最强的导师联盟的倾力助阵，谢谢你们，谢谢。其实呢，他们真的是摆脱了自己年龄的束缚，不管是20岁、30岁，亦或是40岁，他们这个舞台上的自己永远是最最年轻的自己。这个就像一场梦一样。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干了27年单打独斗的新加坡，我们在那边就是一个团魂的，团魂要很坚固的样子。特别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几个兄弟们能够聚到一起，去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舞台，在很短的时间内去突破自己。入行16年，我真的觉得这次真的让我重新找到了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感觉，我要对这个梦想拼。20岁的时候就有三场的运动，然后有机会碰到我的梦想。更觉得感到幸福。我们现在这个做的事情，就跟当初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一模一样。虽然说已经做了年纪，从来不觉得从你们当初他们就是很难能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最佳的这种不容易。我觉得只要有舞台，我就开心。是什么？我的信仰，就是这样子。哥哥，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了，但是他不愿意去组成一个团队，重新来挑战这个，走出那个舒适圈。因为只有不断去突破这些努力的人，他们才会走得越来越远。Rimi 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imi 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imi 冠名的《天天向上》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Rimi 手机提醒您下期看点。暑假到了，我们的美食季又回来了。今天的排行榜呢，是来自5家夜市城市最火的商家代表，比拼他们一年的夜宵营业额。精神烧烤，全部定点，宵夜的真切，真切。哇，你这豆芽上天了，我的。哇，这个醋溜豆芽特别香。哇，真的吗？这个会，你说一博都到这种地步了，都胀成那样了。哇，这个好好吃啊，太好吃了。这个是你特制的，还是说网上能找到这种秘籍？我让我妈妈学一下。这个你可能得把我们师傅搬回去。哦，你看这一般还是弄不着这味儿哈。这个我们的烤脑花是用传统的重庆油辣子海椒熬制成这个油辣子做起来的，所以说你吃不到一点的这个腥味。这两个就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菜。
一天可以做到将近300桌，从下午4点多就开始排队。用我们哇，这个峰哥你算一下，这个就有点儿。峰哥算不出来，因为他平时自己的餐厅的翻台率在0.几。我如果算得出来，我也不至于亏到现在。0.几。啊，那啥呀？哟，哎，活了活了，还在动，还在动，居然还活着的。九良，你真的吃一口，那好吃。对你劝劝他，一小口行吗？来，走。好，怎么样？哇！来，这真是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来向大家公布一下他们一年的营业额。哇，他上来了！西安起来了。哇，感谢观众向 Redmi 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小米商城 APP 搜索天天向上，赢666元口令红包，买我的同款 Redmi 10X 手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再见 ，See you， See you， 啦啦啦，天天向上 ，Redmi 666，留下来，留下来，哎哎哎哎。